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一个频率啊，是十赫兹的直线波，直线波自深水中以60度射到呢这个浅水中了，已知此波入射浅的波长是这个2公分，就是说兰达一这如果一的话，兰达一深水区的是2公分了，折射后的波长是3又3公分，这兰达二是等于3又2根号3公分的。折波在深水中的速率为何？那我们知道呢，这个频率是一样的，所以那个波速跟兰达是成正比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在深水的它的什么呢？它的那个波速V 一是等于呢 ，F 呢乘以兰达一 ，F 是十赫兹乘以2，所以是20公分每秒。所以答案应该选多少？应该选 A 啊，应该选 A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题这是个题组了。好，波在浅水中的呢乘上题波在浅水中的速率，在浅水中的。就 V2 V2 呢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那个 F 呢 Lambda 2，等于多少？等于是10再乘以多少？3分之2根号3，所以应该是等于多少呢？是3分之20根号3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D。好，这一题答案应该选 D。